我真的不是啊，但我要说一下最新消息，那个私家侦探平时游戏打得还行。那就是 Justin 啊。真的不是我，兄弟。哎，有可能是烟雾弹。这么直接说出来，真的不是我，对不对？那就你打游戏，你打得好。你这么着急解释这个事儿，真的就是我跟你讲，你私家侦探怕什么？雷开不解释，我就觉得可能还不是他。现在一解释，对吧？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愣说。哎，各位你们看，收件人秘书小丁加斯丁。哎。我先回去，我是贾斯汀，拼和丁都差不多嘛。哎，又是小丁，你挑这个行政走吗？哦，又是夜市啊，又是全黑的。啊，对，肯定的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等一下，哎。这个纸条，那里面有东西。哦，钥匙。哇，这个酷，这个酷。哇，这个不可能没有声音啊！四个钥匙盘各有一把电箱钥匙，具体是哪个我不记得了。我们拿哪个开啊？每把钥匙都要试，都要试。好，这个是土家族女孩出嫁的时候还带的这个东西啊。咱们拿这个干嘛？远方的朋友，请你留下来。我们不要扣估值分贝吗？对啊，这是分贝啊。又要维修了啊！我们在前台。游戏关闭分贝仪，需前台抽屉中的钥匙打开走廊上四个电箱 A B C D。各位，关的话要一起，要同时关，累积五次。有四个电闸，咱们要分别去工作了。那这几个要给去的人带，不去的人留在这儿干嘛呢？但是看监控，看监控。是不是这个人要看监控监测到，然后跟你们好，我跟米迪姐留在这儿。谁？